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吃鸡吃鸡吃鸡，你还要不要陪我睡觉觉啦？什么？还要再玩一会儿？不可以。你笑啥？口水。说。妈妈。嗯。我爱你。爱棒棒糖吗？嗯。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我要大声唱得痛快，只要有你这一场在，就不算太坏。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。乖乖，你不要撒娇，乖乖，你乖乖的微微笑，乖乖，你不要撒娇，乖乖，你不。台湾女生被打。潮汕女生被打。哎呦，妹啊，你做咩拍我？你真是唔对噶！你阿妈是报教的，是咩？你真是莫个哈！广州女生被打。做咩？我顶你个肺！你阿妈冇教你唔好随便打人嘅咩？仲拍？你又教人唔好跟咗。大家网上购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，这是我在网上买的拖鞋，左右脚完全相反。我去问客服，客服说让我把两个脚倒过来，这让我怎么倒过来啊？我把脚倒过来，这怎么走路吗？啊，真是的。
学不来，羞不羞耻？这个是吗？那再添两个十块钱四个的，这个是香芋味的，香芋味喜欢吗？外面是巧克力。啊，那你自己再选一个，你自己挑吧。蛋仔很好吃，都自己做的，这两个味是一样的，你新挑了一个了，你还要这个？啥子啊？我给你变个魔术好不好？好呀。你信不信我把这个纸撕烂，还可以把它拼回原样？不行吧？你等等哈。来，吹一口充满魔法的气息。哎呀，你吹大点嘛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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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跟着我的节奏。如果我要吃肉肉，就要吃肉肉，吃饱才有力气和你逛遍这地球。你别想。但是我还是活着，点个赞。